们、老少爷们、父老乡亲们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本人呢，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。我们这个公司啊，说实话生意特别好，每天都有结婚的，每天都有庆典的，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，堪称世界之最呀、啊。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？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，你看看年龄不小，而且是厚到一起的，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词啊，让我给煮的，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，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，完了一定要来看我。哎，来了，就这二位。哎呀，你说你们看着没有，看着没有，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，昨天结婚哭一宿，现在还激动。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，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，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，那就说吧。再给我们办一次。你说什么？再给我们办一次。听着没有，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。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？这回还搁这儿办，不过咱们往回办啊，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。不是，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办离婚啊。今天办离婚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。谁跟你开玩笑的？他说的是真的。真的？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。你看呢？你这咋回事儿？这是被我给撕下去了。你今天看我是这样，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。不是这个，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。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结婚这不容易，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。你拉倒吧，谁跟他要孩子啊？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。我也不跟你要，我和跟他要，不跟你要。咱俩这是怎么要啊？这是这么的啊，大妹子，咱们呢别在外边说，上屋里去啊，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。来来来，屋里请，乖乖，屋里请。哎呀，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，那到底是支撑啥呀？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，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，你说有这种男人吗？是啊，我大小也是包工头，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，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，不回去对吗？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，他等我3天回门呢，你走了我跟谁回呀？不是，我结婚拉那么多积蓄，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积蓄吧。那钱重要人重要，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。还有，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，把我一个人扔下了，不乐意了，让我跟你离婚的。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？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？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，能行吗？我妈都说了，我这辈子嫁你啊，我咱家亏了。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，说娶你娶贵了。你少跟他废话吧，你要走咱俩就离。离就离。行行行行，吵吵啥呀？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？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，不叫鸳鸯斗嘴。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，动不动就离的，离啥呀？要离你找离婚部门，你上民政，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？结婚你给办的，对不起，离婚你也管吗？不，这怎么的？这还讹上我了？没错，我们就讹上你了，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。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，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，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，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。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全程录像，现场直播，课程光盘人手一份。得，我这还摊事儿了，你说这还。哎呀，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，这怎么整？哎，你不，我说这样，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，咱们能不离呀、啊、就尽量别离，行不行？要你办你就办。行，那既然这样了，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必须得离。必须离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拿钱。多少钱？结婚20000，离婚40000。
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？啥叫太多呀？这是有原因的。第一，我没干过这个事儿；第二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；第三，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；第四，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，结完婚了啊，你们就离婚，这传出去，我这生意还做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四万，一分不能少。给钱。啊？谁给钱？谁给钱？你呗。凭啥？结婚我张罗的，我给钱；离婚你张罗的。你拿钱吧你！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，那钱到哪儿去了呀？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？我挣钱是为了结婚，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？好，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？我们概不赊账。那我就交定金吗？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？一万。行，先交一万吧。看见没，这钱是我交的啊，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。停，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，你可别给人糟践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，针对离婚而言，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，不吉利。你应该用什么呢？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、破马张飞、鸡头白脸，哎呀，等等等等，这你们把婚离了。好啊，太恰当了。这我同意，继续。好，那这样啊，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。二位起立，你这边，你那边，我这边，站好。朋友们，先生们，女士们，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，在这大悲的日子里，一对旧人。行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？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？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？不是，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，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，怎么就叫旧人呢？不是，他说的有道理。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，你也是二手车。对。我不同意，换个词儿。什么？换词儿。换个词儿。行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刺拉的地毯。停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刺咧呢？怎么越听越难受啊？不是，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，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，那你现在你离婚了，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，这意思是呢，你也白他也白，加到一起就俩字儿，拜拜。我同意，继续。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刺拉的地毯上，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，往前走，奔向你们的自由，往前走，你们丢人去吧。音乐扔开他喽。什么音乐啊？这是离婚进行曲。什么离婚进行曲呀、啊？这不是忐忑吗？对呀、啊，正适合你们俩吗？现在离婚了，你心平静吗？你不忐忑吗？就用这个。我同意，继续。好，进行下一项。二位面对面站好。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下了誓言啊。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，但可惜呀、啊，现在离婚了，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。小宝，你的前妻……那你等会儿，还后八呢？不是，等出前妻来了还？你们俩这离婚了，他不就是你前妻吗？行，是不是？小宝，你的前妻小仙儿，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温柔孝顺，还与你生儿育女，你
愿意和他离婚吗？我可以保留意见吗？不可以。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就不愿意。我愿意离就离。小仙儿，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，还深深的爱着你，疼你，懂你，呵护你，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？我愿意。好，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。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，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。那么今天离婚了，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。二位站近一点，赶紧赶紧还吻。我还，快！你先还吗？你先还。我不会。哎，往哪甩呢？好，下面进行下一项，向父母改口。这离婚还怎么改呢？这口，结婚改口，离婚也得改口，啊！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？叔。结婚以后呢？爸。哎。你答应什么玩意儿？我是说你回答对了，现在咱们得改回去。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。他爸不在，程序在，我可以代替呀。行，我同意。你傻是奸呢？他代替那不是改口，那是改爸。你离得起就离，离不起就别离。叔，哎，拿钱，拿钱，改口钱。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？5000。现在6000。还涨价了？你这个什么涨价？这叫利息。结婚真拿事儿办了，我差这1000块钱。好，该我了吧？该你的了。你那边，你过来，改口。爸，不对，这是结婚以后的，结婚前。大爷。哎呀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还大爷？行了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咱们继续下一下。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。不是，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？怎么的不道歉呢？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供你长大，完事让你结婚，最后你又离婚了，你说你对得起谁呀？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。你生谁了？你养谁了？你不是，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？你是谁爸呀？是，就是啊。啊，对对，他是你爸。对，他是你爸。来，你向他道歉。那还是你当吗？行了啊，还是你吧。还是我是不是？还是你吧。哎，你道吧，来吧，道歉。你道吧。爸，我错了，我给你丢人了。还有你妈呢。妈，我不孝啊，妈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，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，让你老人家伤心了，妈。孩子啊，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？你说你拉什么硬啊？妈让你拉硬啊，是让你要点面子，这面子要不回来呢，咱不要。我也没让你离婚呢，这大过年的，你让妈可怎么过呀？妈，孩子，爸，我错了。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，还惹你老生气，我儿子不孝。小宝啊，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？你说你从小没妈，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，
供你念书，供你上学，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，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啊，你整天忙啊忙啊，忙啥忙啊？这回把媳妇忙没了，你消停了？爸，我错了。还错了？错了，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。哎，快点，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我错了。你别说了，我心里明白。你知道吗，在咱俩结婚典礼上，我留下了遗憾，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。那你现在就说，我听着。没关系，因为我在乎的是你。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，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，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，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，永远永远永不分离。媳妇儿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不走了。你还是走吧，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。我不走，我走了，你咋办呢？傻样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。媳妇儿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，都是我的错，好吗？咱们朝着哭。我也不好。咱们回家啊。回啥家呀？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。呀，人呢？金蝉脱壳了。哎呀，坏了，他拿走咱们家16000，得赶紧去追呀。你还我家16000。我不带媳妇儿钱干。